过来卡位置吗？这波来卡位置，他们下路要爆炸的，我跟你讲。真的，这波来卡位置，他们下路绝对要直接爆炸。但没来卡，有点心碎啊！我们爆炸了，也哎，主要是我爆炸了，我血量掉太多了。辅助补位的呀，辅助补位的选这个很难，就现在没什么搞头啊。EZ 加米利欧真没什么搞头。就真的是没什么，就很难打出来优势。这组合蓝的组合，我只能这么讲。OK， 别担心，我不是警察。难道你是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.小建议，如果没人和你说不可能，那就仍然有可能，所以大胆去做吧。似乎我的中上也不是很美妙啊。
看出来我的中上也不是特别的美妙，对线好像不是有一点美妙，好像是太那个了，已经玩不了了吗？啊，那不会已经到玩不了的一个地步了？哎，没有，空单是没有，好像是上野。差一点点全三项，他交屏障了的。别慌，我自有妙计，这两只想拿捏我还是有点困难的。这可比标价直接十倍不止。啥魔哥来了，哎呀，闪现交的有点伤了。是的，那个闪现，哎，那个被勾到的其实挺伤的，或者不交那个闪现呢，不交那闪直接不用大招处理一下。没技能的，太可惜，差一点没 Q 到。
有斩的快跑，他他妈他有大招，扛多了兄弟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真就一点走位都不走啊，你就直愣愣的走过去吗？都哥们能走走个位不，走位一下呀，不走位那怎么玩游戏呢？杰不会来了吧？杰没来啊，杰没来，接着呀。大南哥又很正常的一个，没事啊，这把只爆一条线，只爆一条线还在能接受的范围，只没爆两条，只爆一条就算成功。出击了。好 K 的漂亮兄弟，我只能说 K 的漂亮， K 的帅。什么送完之后直接掉线啊，这是什么套路啊，死完爆完线之后还带掉线呢、啊、还有这种连招触发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有点难崩啊。今天的排位之路这么坎坷吗？那我不用急，本来我有点急啊，说实话本来我是有点急的，那连回来的那不用急的，要掉线的话得提速啊，不提速的话难打。
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但我总能找到。他好高啊，胜负只在一瞬间啊，我这盲僧的伤害真好高，加二 Q 其实给我打的有点差不多了。牛逼，还敢回手刀，我想过去看能不能把卡萨给做了的，算了吧。easy 啊，这么简单的题型。对面菜刀嘛，对面这把不想出冰心，但这把要出冰心也能出。其实我现在玩 EZ 出冰心出的少，因为冰心学太多了，它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。对，其实我现在冰心出的少。卡莎差点还没一把我杀的，大龙来了吗？不拿大龙 ，OK， 想上高地，卡莎还想放过我，第一波技能空多了，这第一波的技能空的有点少，还不如接着推，反正推到这儿，那还不如接着推呢。不然这下二塔有点白掉的意思。You have slain.
学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发现？不用都回去吧。压不了了呀。将来的事是好是坏下路线推的还是比较，已经推的比较深的，进攻吧，争取一波吧，把对面一波的争取。就这波啊，争取把对面一波的，不然后面单带线不好处理。什么也拦不住我。我感觉怎么这么大、啊？现在还早呢，等他再带完，他们家都爆了，兄弟，带不回来家爆了。俩人都不来看，直接把家推完了，家爆了。